磨平成高层，兜供应商回佣嘅嫌疑，仲系一哥添。佢而家要我帮佣，成亿嘅九万啊，系犯法噶。我怀疑我哋反一早有同事收受利益，包庇佢哋不法活动。好地地一个医学院院长，年薪三百几万，点解仲要贪？你不是想阿嫂啊？而家仲戴住个头，日日逼地铁翻工啊？阿嫂，如果我哋唔帮佢嘅话，佢会孭多百几万。点解你咁介意人哋点睇你啊，爹哋？真孭唔起阿哥？10%，80万，7亿唔1亿，要几多有几多？